因为哦，趁阮少年，水水皮肤阁好，啊，阁人老脚，哦，做这个主持人的风范哦，爱互伊安尼趁早起来学主持，啊，无人工人老珠黄要学主持吼，安尼人客就无想要看，即马人客哦都歹按来呢，拢爱叫迄种哦，像我这班的安尼哦，三十几岁安尼来主持安尼，人工我若四十外岁，你嘛不要甲叫啊。迄工有一个大哥啦。安怎啦？你头拢未老啦？我讲你是爱我老票，甲十年拢看我安尼啦。我甲你讲，咩今年开始，你愈来愈来拢会看我愈来愈少咧。为虾米呢？心情爱好，人就永葆年轻，吼、哦，啊了解啦吼、哦。所以干脆啦，叫我来吼，就搞笑互恁看，大家心情就可能严啦吼。感谢烟火炮火，烟火炮，甲咱赞助咱无限的光彩嘛，就互咱名炮赞助的现金，通甲同志海，再往讲钱就算讲，有你今日在播，因我用袂靠。感谢谢谢，好，过来咧安排一个咱面的这个料嘛是乐开，哦，这毛够乐开啊吼，要请小子。小女你来弹咩啊弹？哈，你来弹咩啊弹？哎呀，可怕啦！无啦，无影啦，你唱卡多，哈，有情哦。
能收就能得有握手、哦、大家握握手做个好朋友一下哈，阿内、哦、跟大家热络一下呢。好，来吉祥牌，阿爸可以好牌拢是咧。来，讲了这首阿吉来讲啊，好牌拢是咧。水悠悠的哦，哈、啊，基本上哦，真侪来宾朋友拢哦，看到我咧主持较侪啦，啊嘛拢看惯习啊，嘿，啊一天啊我无来吼，因就感觉嘛倒伊袂惯习安尼啦，袂啦不会不习惯啦吼，慢慢慢慢我都会安排一挂新人来到现场演出，迄种实力派拢真好诶。啊，唔知影呐，今年足奇怪，今年足侪好哩，拢卡倒会，对啊，你感觉吼？
哦，这几天不知道没有声，我也是没有的，好你都给卡在一起。明天就放假了吧？没有，明天还有，明天还有啊。七月一号嘞，放假就放假一下。啊，你好，我去放张杰，到时要去对。啊，唔过过几日干嘛？要过几日干嘛？啊，要开始了。哎呦吼，忙样嘞吼，对啦，今麦吼拢嘛安尼有机会赚钱，就是一个幸福。是啊，嘿，啊休困对阮来讲吼是一种煎熬。对，你知安怎呢？对啊，你嘛这种感觉吼。我用袂调呢。我嘛是啊。我用用伫厝，我有一种迄个要哪讲，迄叫啥物恐慌症啊。我若闲下来，我就看病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伊若伤用，就感冒啊。系啊系啊。哎，就爱逐天无用气场。对啊。啊，有咧新陈代谢吼。系啊。啊，都无感觉着啥物叫感冒。伊若只用可超过五工，伊就感冒三工安尼。真的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唔啦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有，我感冒拢最严重啊。哈哪呢？知啊。哦，真是的吼，讲实在啦吼，迄个唔是讲时机歹，是因为今年好年拢卡在一块，对，拢卡在一块，嘛是人家做歹做工课。是啊，啊顶届我若无来吼，所以歹势啦，唔是阮无爱来。迄天我有几摊伊哦，迄天我无来，迄天拢总有四摊，有一场迄个彰化，一场高雄的，一场遮。还阁一条是花卉安尼，也是，嘿，咱搭里都拢有嘞，真的啦，啊两场乐团安尼，伊嘛无来，哈哈，伊嘛做无闲个，哦，你嘛无来，迄届吼六月十一，拢，我不爱甲你讲啊，因为迄天足大日个啊，现在你嘛有底去啊，敢无影？嘿啊，你啊，敢不达场过较搞笑？头号粉丝真笑诶，上夏天上花。送我嘞，送我爆米花，因老师嘞，空嘞就无通。嘿啊，送我一包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红枝啊。啊，送夏天就送伊一朵花，是啊，假的。迄个玫瑰花，不送我，我好多爆米花，你会记袂？你敢讲我圣诞先生嘞？我会平时袂啦。我到即马阁假假嘞，无想要讲嘞，你竟然讲我，我都准备甲你讲。好啊，嘿啦，唔要紧啦，有送就好，开心。有心意就好啊。明天我嘛要送花。喜欢夏天那种水，我都不爱用。哎，我珍藏，哈、哦。哎，下次要送给我那个，啊哦，那有机会给他打好 ，OK。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刚刚听你们讲的水。啊？我知啊。哎、欸。你再来一次。